网络上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进入家中与你一同敬拜。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，我们个人要在家中来领圣餐啊，所以请大家现在把圣餐都预备好。我相信今天当我们在家中领圣餐的时候，神要将神的医治跟平安降临在你的家庭当中。Amen。在这样疫情发展的期间，我们大家都居家隔离，所以我们整个主日崇拜的节目也需要简化。我再次说，我们的敬拜是用过去录影的敬拜影片剪接出来的。我们看见虽然是过去的影片，但是我相信圣灵的恩膏却在其中，照样会触动你的心。我们的讲道是透过优势来制作，其他的节目也都是同工们在家中能够剪接制作出来，再传送到你的家里面。在这里特别要谢谢同工在幕后的辛劳跟摆上，在这里要邀请你，当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，大声开口与我们一同来赞美神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天早上我们要宣扬你的名字在我们的当中，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，虽然困难拦阻，但是耶和华依然坐着为王。 Amen。 哈利路亚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都在，不能明白为何来自中难，但我始终相信，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，大山为我，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涌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！神与我们同在，阿门。起来，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。来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，哈利路亚！你受伤的钉痕，彰显十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话让我们明白，你的爱对我们永不改变。Amen。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，那十字架的爱就要充满我们，带给我们的真正的平安。哈利路亚！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
在宣告，你的话是我，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，大山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，我要宣告，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你一直都在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大声宣告，主啊你的爱与我们同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的爱永远都不离开我们。Amen。 当我们今天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声宣告， yes， 那大山要为我们挪开。Amen。 那大海有道路出来，那疾病那病毒要完全的消失。Amen。 完全的离开我们。Amen。平安有盼望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神，而且更宝贵的是，你说我们是你的子民，你就是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有盼望。永远都不离开我们，永远都不撇弃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且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与我们同住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他就是我们神的子民，今天来奉主的名聚集敬拜，敞开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的口，尊重你。神的帐幕在人间，
Hallelujah.
今在永在全能者，如今与我们永远同在。当我看见你永恒国度，我要经历你大能作为。昔在今在永在全能者，我全心敬拜。
尊崇敬拜你，因为你是这位坐在宝座上坐着为王，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你应许将力量和平安的福赐给主你的百姓。主，这时候我们何等需要主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平安的福。求主你自己亲自将主你宝贵的平安、宝贵的应许降临在每一位跟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你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何等的需要你，何等需要主你的同在临到我们。主，我们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崇拜的程序都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一同敬拜你，我们的心就被你得着，我们再一次得着主你话语的供应、话语的喂养，让我们再一次能够重新得力面对每一天的挑战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一切的需要主你都知道，而且你按照耶稣基督最丰盛的恩典会充充足足的满足每个人的需要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我们的主，祝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如此祷告感谢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